京东拼购惊喜上线，矛头直指拼多多，网友坐等好戏，努力是为明天创造条件，明天的成功要从今天的努力开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踏实奋进乐于求知的小编，今天我又为大家带来了更丰富的内容。京东拼购惊喜上线，矛头直指拼多多，网友坐等好戏，可别让我们失望，一起来看看吧。虽然很多人可能都没有用过拼多多，但是它的名字和它洗脑的广告词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了，所以现在使用它的用户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。不过最近京东拼购改名为惊喜重新上线，矛头直指拼多多，这个名字非常的特别，但是不知道是惊喜还是惊吓呢？当然此举也非常的明显，京东想要全力扶持一个新的社交电商平台，以此来削弱拼多多对于京东的攻势，而且在产品和玩法上面有许多的亮点，